这个泛蓝的养生杯真是太好用了，它是保温杯和烧水杯的结合体，它既能烧水又小巧便携，三秒开机，几分钟就能烧好热水。壶身采用高硅硼玻璃，耐高温不易膨胀，350毫升大容量，默认55度恒温。平时煮个花茶，热个牛奶刚刚好。达到温度后，它会自动恒温保存。杯口很宽，清洗起来也很方便，还送了收纳袋，出门携带真的更方便。好用推荐。